快看，天上有飞机，此飞机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飞机，而是真正的鸡。没错，就是会咕咕咕的那种鸡。公鸡母鸡站在台中大里东升路的电线上，袁坡惊讶地说：“看过鸟在电线上，也看过松鼠，第一次看到鸡在电线上。”他们的语言就咕咕咕咕，啊，就一起飞到电线那边去了。网友笑说：“原来鸡真的会飞，超级有趣。”也有人歪楼，是恋爱触电的感觉。这两只一定是电机系，一个不小心就会变烤鸡。晚上如果又停电，就知道谁要背锅。没看过嘞，没有看过。飞到电线上的就是他们，附近民众早就见怪不怪，说这两只鸡每天下午都会飞上去。刚开始看的时候会很奇怪，为什么会飞那么高？鸡怎么办法？飞那么高。其他网友也分享，他家附近的鸡一年四季都站在电线上，还有红面番鸭也会飞上去，以及白鼻星在上头爬来爬去。原来电线上飞禽走兽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奇怪。记者林真景，陈台中采访报道。我是张妹子，播报新闻让我增广见闻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，也带你一起掌握每日时事，与时俱进，所有最新消息热门话题都在中视。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。